君心富 KY 三月合并营收2.2亿元，月增19.67%，年减9.98%，主要工作天数增加，较上月成长，但仍比去年同期下滑近10%。第一季合并营收5.87亿元，年减12.16%。以第一季营收分布来看，电动工具、园林工具、工业机器人营收比重分别为68.94%、19.67%、3.19%，相较去年同期的76.71%、12.09%、1.93%，营收稍涨明显变化。第一季园林工具客户去化库存后，重启拉货动能，工业机器人销售也同步增温，营收分别年增42.38%、44.64%，但营收占比最大的电动工具拉货仍疲弱，拖累第一季整体营收。第二季进入传统出货旺季，仍需观察电动工具客户回温状况。君心也持续优化珠海厂、粤海厂产能调配，并开拓东南亚客户合作机会。由于第二季节进入旺季，单季营收有机会优于第一季表现。